合并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合并统一后，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一国两制是为解决两岸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而提出的具有包容性的方案，是和平的方案、民主的方案、善意的方案，也是双赢的方案。按照一国两制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